在封控的天数也就五天，非常快。对比之前是已经快了很多了。12月3号到12月8号解封的，对比之前是已经快了很多了，不需要每天做核酸了，就是如果是去那些医院啊或者学校啊，有些都是看绿码就可以。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采取5天居家隔离，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，第5天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隔离。希望每个居民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